各位的分享嘉宾呢，分享者呢，他本身是一位大学生，毕业于大学生之后呢，他是完全没有进入过工作，就直接投入在爱康国际的这个事业哦，一投入就投入到现在哦，从他投入到现在之外呢，他本身是应该是人人都认识的一位领袖哦，所以每一场活动你都要有可能每一个星期的这个接下来这个星期的这个活动都会看到他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就在线上欢迎我们最后一位的杰出领袖的分享者，我们的 Ray Hui。嗨，大家早上好。首先先谢谢我们一直无私奉献为我们做主持人的李康，这么好的介绍哦，大家的介绍我都不敢出来。应该是我比较常见啊，所以放在后面。所以希望后面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好，我是阿瑞。所以在这边真的要感谢公司，感谢公司的职员，还有鸿雁体系，就是我们爱康所有的领袖。然后最重要就是还要有我的上线，就是我的大哥Diamond Danson， 还有我们的百万上线哦 ，Twistar Diamond， 我们的 Penny Lee， 我叫 Langma， 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讲是南中北我本身现在是在怡保金宝这个地方，然后可以跟阿 Chris 的思明 Aaron， 然后跟之前很多领袖一样，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做 ICON 还有 LRP Incentive 的一些小心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ICON 环境真的是很好，因为每个人做到一点点，我们能够付出一点点，大家集合那个力量哦，哎，我们爱康国际就可以做得很大，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LRP incentive 当然我也不是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就把我这一生人在爱康所学的，因为我都是在爱康所教，都是上线和系统所教，所以他们叫我系统的孩子，我就希望可以通过一点点的分享也可以帮到大家。所以讲到 LRP incentive 我就要想起那个感觉先了。我还记得最初 LRP 诞生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的上线就是我的 Penny Langma，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组织的领袖就告诉我们，哎，老大和美生姐约我们吃饭，我相信这边很多的领袖都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也是很开心，不过要见老大，哎，我想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当我们见了老大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些在外播都约定了时间去见老大，当我们去见老大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哎，原来老大已经见了很多人，然后讲了很多这种好消息。所以我相信里面讲的不重要，最重要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哦，就是爱康接下来的大方向，就是老大讲的这个 LRP。所以那时是 LRP 1.0 啊，现在已经来到应该 2.0、3.0 了，对不对啊？所以当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哇，老大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讲一箭双雕嘛。所以这个可以不止一石二鸟，它可以让我们一时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讲老大跟我们讲，哇，很多鸟石都解决完了，只要我们跟着这个东西去做就可以了。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老板，还有我们很多的President 领袖们，就一直做，因为我们爱康，其实我个人觉得爱康已经很好了，不过我会发觉到，哇，每次做我觉得很好的时候，它又可以更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吗？啊，还可以更好吗？已经很好了哦，它又更好，又怕我们做不好，他就更好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因为老板和老大们就是怕我们赚不够钱所以第一个真的是要很感恩公司和老板，还有我们的老大，最重要是我们有缘分可以在这个平台，所以只要我们肯珍惜呢，我就觉得很重要。这样为什么我讲 LRP incentive 特别有感觉呢？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我们遇到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 Elkin Group 刚刚开始线上和线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摸索嘛，对不对？不过我们很多领袖已经摸索完了，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就想，哎，到底要进到销售要放这边还是放那边，要做大边还是做小边不然就是到底要开怎样的配套，要讲机会好还是讲产品好。不过当我们老大带领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知道原来这样做还可以做到去国际的。所以其实这个 LRP 我最大的感觉啦，就是我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哦，就是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做组织的因为我还记得当我加入爱康的时候，我最大的
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要成功，有一天可以非凡自由，我们可以传承下一代，然后有被动式收入，最主要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哦，可以建立这个庞大的组织，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建立组织的时候，开始就好像挖井这样子咯，当我们挖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还没有看到水的嘛，对不对？所以不过我们还是坚持又挖下去，因为我们觉得未来会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水源。不过当然 ICON 不会逮捕我们，只要我们可以去做的话，比外面打工好很多了。不过就是 ICON 老板跟我们的上线们哦，就怕我们挖井的时候没有水喝，所以他一直给我们很多水，对不对？所以那天 David 跟我们讲，哇，他不只给你一个水壶，他给你两个、三个、四个水壶，就是怕你没有水喝。所以看我们 LRP 哦，又有 LRP bonus 啊 ，LRP incentive 啊，现在已经有钱拿了，还做多一个 LRP 这个 trip 给我们。所以你觉得，我不是觉得哇 ，ICON 是对我们太好了。大家会听广东话吗？广东话有句话叫做已经帮我哋帮到出汁了。就是出字到完了所以如果再不做，我就想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马上赚到钱，就是直接把我们的 bank 户口给我们的老板，直接 bank in 给我们了所以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大家都准备了这么多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去做咯。所以 LRP incentive 让我感觉到还有很多的好处了，因为它除了可以让我们赚更多的钱之外，其实它把那个奖金弄高了过后，方法简单了过后，其实它的合格条件哦容易很多了，尤其是做 ICON 一段时间的领袖都懂，对吗？第一就是不用说只是发新人 level one， 其实可以整组小组一起做。然后另外以前我们发 incentive 可能两个礼拜拿到，对不对？不过这个用一个月就可以发哦，所以时间又长了。然后当然以前可能只有 certain 的配套，不过现在无论任何的配套，甚至单样的产品，只要你去分享，它都计算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最主要就是他可以让那个人做到了过后，他就可以合格。第一个条件就是 director， 有没有？就好像以前我们 build manager 这样，不过现在我们 build director 哦，其实就可以让组织赚到钱，然后就可以建立组织了。然后真正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东西，叫做 action plan。因为我们都懂我们的 ICON ICON Global Marketing Plan 是非常的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分享产品或者分享机会，到底要怎样帮他设定最好的一个目标，或者让他觉得讲可以赚到钱，我们不得要讲讲，对不对？不过再加上你看了、我们 ICON 唯一的就是特别在于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产品，单单一个产品就可以做百万的业绩，很多领袖不同的产品只要拿到上手都可以做得很大的。然后另外我们分享机会，公司机会又很好，不同的模式分享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大家讲了过后我回去一个原点我就个人感觉到我 LRP incentive 就是一个 action plan， 无论任何人用什么产品或者任何组织讲什么机会都好，到最后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 build sample 成为 LRP incentive 的 qualifier。 所以 我个人觉得现在比较容易讲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最低就是 1.5 个 point、就是做大概10000块的业绩加减了，我们可以拿多少钱，就是2000块咯，对不对？坦白说、你看、做10000，而且不是一个人做，整组做，然后可以拿2000。那天我就问我的组员，你们在外面打工有些做 sales 啊，如果要拿2000块 commission 啊，大概要做多少的业绩？他就跟我算，阿瑞，哇，这样子做至少我要做200000的 sales 我才可以拿2000块。我讲哇，所以你看我们 ICON 是很好。所以你看啊，当然卖车啦，卖一辆 MyV 可能 commission 最多是500，对不对？不过我们今天做10000块的 sales， 而且用一个月做整组做，可以拿2000，然后三个破就做18000，然后拿多一点大概5000块，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讲呢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当我们跟他讲有没有兴趣赚钱，讲赚呢很简单、要不要 part time 赚5000如果你做5次呢就可以赚25000，然后现在就可以拿多一张 Dubai 的这个 ticket 所以我就这样子跟我组员讲，就是要这样子的 mindset。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进来过后 M 高一点，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三个 point 赚5000，然后做5次，你可以一次过做完这5次，或者是每一个月做5次，然后你就可以 qualify Dubai 一张票，拿25000的收入。所以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我感觉到哇，这样子的方式我就很好了。然后当我算了过后，其实一个人如果 qualify LRP incentive 啦，如果没有记错了，一个合格者拿 1.5 个 point 大概可以来到800分。所以你想看，如果我们做组织的人只要我自己做 sample， 然后我 build 我的 leader 或者我的组员跟着一起 fight，每一个合格
其实就可以有800分。所以当每个人做组织的时候，哎，那个组织就可以成型了。所以我个人也是其中一个受惠者。所以因为 LRP incentive 我也合格3个 point， 最主要不只是我了，就是我的组员目前有7个 qualifier。然后当然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我们不需要说很厉害做LRP incentive。严格来讲就是，其实很多人以为我一定要很厉害做 sales 的人哦，他才可以做到这个 incentive。 不过依我而言，老大，我记得老大曾经跟我讲过了，他说我们不需要很厉害，不过我们一定要会。所以我个人有个名言叫做，我最厉害就是不厉害，因为厉害不能复制嘛。不过我们一定要会，因为我们不会，我们很难去分享，我们很难复制。所以今天我就用一点系统的方法，我个人在爱康学到的，到底要怎样做我们的 LRP incentive。其实它有两种做法，我个人感觉第一个就是做顾客，第二个就是做 fighter， 看你个人的情况，你的组织要怎样做，然后你跟着那个方法做。不过严格来讲呢，开始新朋友肯定没有组织的，所以为什么要从自己开始？因为我们从自己开始，我们就可以找到人选。所以 LRP incentive 其实不止于只是赚到很多钱，它还可以让我们开发新人，然后第二就是可以累积经验，就好像以前我们做 PGS 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要做顾客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没有办法咯，我们就去找人咯，去分享产品，有没有找一些顾客当然很多人会问，这样你想不想快一点合格我们的 LRP incentive？ 当然想嘛，对不对？要讲很简单咯，就是做大套一点所以就好像卖车这样啊，如果你要做很大的业绩，你卖 Ferrari 一辆就直接就顶了那个业绩了，对吗？但是 Ferrari 哦，它很贵的嘛，它很难卖的哦。不过你找到人，他一卖他就卖到了所以你的能力要提升，对不对？第二类就是，如果我卖普通的车，不过那个钱比较便宜嘛，这样不用紧啊，就比较容易卖咯。所以你找多点人，找多点人的话，哎，他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业绩。所以没有对还是错，就看你的人选到底能够出大套就出大套咯，对不对？如果又可以大套又多人，哇，恭喜你，这样就可以做得很快了，对吗？所以我个人觉得首先你要问自己啦，大套举个例子就是大概1个 point， 1个 point 大概6000块马币，你就问看自己到底什么人会买1个 point 什么人会买6000块跟你买6000块通常就是第一他有需要，比如说他健康已经有问题了你跟他讲6000块没有问题，我命比较重要找这种人就比较容易。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他经济不是问题，6000块罢了吗他只是讲罢了吗他也有 credit 卡，这样这种人就比较容易所以你就可以找比较大的顾客 service 好好他的身边的人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消费能力所以我个人就有告诉我自己和我的组员，如果做产品呢，就选一到两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有用到的，自己爱上的 OK， 然后选好那个配套，所以你要懂那个配套的分数和价钱。所以我先给我下线，比如说来说就 0.5 0.3 的 point 弄好了，出去就是讲这两个罢了先讲大的，大的不能才小的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找到顾客。当然小的也不要放过了，好像我有很多的组员，虽然他可能卖300粒蓝藻，不过就是因为他要 try， 他测得好过后他就买 0.1 0.4 个 point 他也是这样子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第二个选择呢就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要找 fighter， 因为这个行情很多人在找机会嘛。所以为什么出了这个 action plan 是比较容易找到伙伴跟我们一起去建立这个组织，从一个点变成一条线再变成一个面，这样那个组织就可以成型了。所以开始没有人选怎么办？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自己去找多点人，自己变成 sample。 所以你想看，如果自己哇，我的 mock check 可以拿5000块，你开心吗？很开心哦，银行有钱嘛，对对。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见证去影响你的顾客叫他介绍人，他又可以赚钱，对不对？不然就找到 fighter， 就有人跟你，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中挑选我是这样的，先找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去复制，然后 OK 了过后，我再变成左三右三，就可以完成老大讲的1636。这样整个组织一直朝向这个 LRP 的话，我就相信那个组织就可以成型了所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人选。所以最后我就想讲，还有一个就是公司要我在这边代表去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 LRP 这个 Dubai 的 trip。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现在我现在是每个人都想去旅行，对不对？只是因为现在疫情我们不能够去旅行
不过你想看，哇，我相信很快可能在年尾或者明年头我们就可以出国了啊。但是如果要出国，我们自己一定要健康，口袋一定要有钱，对不对啊？然后可以的话就不用给钱，然后公司准备好好，然后我们去 fight， 然后 fight 到一辛苦过后，可以跟我们的团队上线，所有的螃蟹一起出国，而且去 Dubai 这个国家感觉是比较好啊。所以即使他出不能去，哎，我们也可以换回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懂，现在公司给我们 fight 这个Dubai 哦，它的 qualification 是很简单啊，它就是14个 point， 就一张 ticket， 然后有12个新的 BA。所以如果你努力一点，25个 point 就有2张 ticket。所以这边跟大家讲，其实做容易做得到吗？其实没有说容易不容易，最主要就是值不值得。而且我个人觉得，已经有人做到了啊，所以不可能做不到。而且你知道我们华人市场有很多的。我们讲 top student 啊，我们有包括我们的 Carol 啊，有没有我们 Miss Tan 啊，他们做13点多个 point， 我们讲1.5和3个 point， 他是做就做了13点多个 point， 而且刚刚我听了 David 跟我讲哦，他想在马来组织刚刚 closing 过后，应该太多还没有算得出来，目前有5个以上是做超过15个 point， 就是他用1个月时间就合格了1张的 ticket 去 Dubai 了。所以当你想要讲 fight 的时候他已经合格了所以证明了什么，我们当然不用跟人家比，不过我想告诉大家，哇，已经有人做到了，你还在想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其实不用想了，就是做罢了啊，就只要你肯努力，虽然这个月可能 fight 不到三个 point， 下个月 fight 不到三个 point， 下个月再 fight 不到三个不用紧了，我个人觉得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你人脉所有的经验累积完的时候，可能最后一个月都可以直接做14个 point 去我们的 Dubai。而且我们今天 fight 不是 for 这个 Dubai 了，我们今天 fight 是 for 我们的组织，然后以后就不用 fight 了吗？我们就有组织了，可以用 LRP bonus 的钱跟我们的上线，然后就带领组织一起去这个旅行，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重要了。然后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做总结因为今天我刚好，我不懂我们的 President 有没有在，我今天是刚好在 Facebook 看到我们 President 玉燕姐他放4个笑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就看到一个笑话那是很好想跟大家分享做这个最后的一个结尾他就说有个医院有个新的一个护士妹妹开始学打针，不过她每次打针呢都是打错的，然后打到人家有问题到最后呢她的院长就决定了安排她去打一个沉睡的人，就是不会怕痛的沉睡的人，所以那个小妹妹护士呢就去打针咯，不过他一打手哇又歪了，不那个病人哦不会痛的 哦他会不会觉得他继续打，他也是打歪，继续打他也是打歪，他就从头打到脚打了很多次针哦，他也是打歪哦，不过到最后哦那个沉睡的人终于起来了，然后破口大骂，就骂他，喂你真的以为我睡死了，你这样子打很痛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女孩子听了过后哇这么会醒来了，他马上就落荒而逃然后最后第二天呢那个院长就叫那个小妹妹护士过来，就跟他讲哇称赞他 OK， 然后还讲他非常的牛逼，因为那个人哦是睡了8年的植物人，你竟然乱打哦就可以把那个睡了8年的植物人都把他叫醒了所以这个故事呢他的笑话有个启示，他就讲哦其实乱打比不打更加强什么意思呢，就我就觉得做 LRP 也是一样的，你不用说很厉害就是我们只要你乱做都可以，因为我们爱看很多伙伴在合格的都是乱做的，我们都是乱做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咯，不做做下就做到了咯所以你乱做比不做的更强所以我就觉得不会乱的，现在已经走了几个月，很多伙伴做到了，我们就跟着我们所有的合格者讲的一些经验，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那我们就跟着系统一起去做然后只要每个人做到，我相信 Elkin Group 很快不止在马来西亚，在全世界有 ICON 的领袖伙伴都一定可以做得很大 OK， 所、so, 以这个是我短短的分享，然后希望最后在新的一年我们就一起把 ICON 国际做到全世界，好，谢谢，我就把时间交给李康Thank you， 好，谢谢我们 Ray 这么好的分享